师，请问窗户怎么都开着？今天很冷耶。唉，小丽在家休息，她得了水痘。水痘？难怪我上礼拜看到她身上有一些红痘痘。她要在家待一阵子了。我还是不懂，那和我们开窗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去！水痘传染力很高的，我们要保持空气流通，而且要用500 ppm 的漂白水定期清洁桌椅。啊，如果小丽得到，那就是说她会传染给我们。别慌啦，你们小时候都打过疫苗了，即使得到，症状会减轻很多的。老师，那洗手20秒会有用吗？是的，还有不舒服要在家休息，不要来上课哦。好吧，空气应该够新鲜了。来，要做功课喽。好。还是把窗户打开好了，这样子比较安全。啊？可是外面很冷呢。也是啦。看，老师的手臂上有很多红痘痘，而且老师要教室空气流通。老师有水痘。昨天我去露营啦。这些是蚊子叮的包。那老师，你为什么又要开窗户？哎呦，好臭！快开窗！抱歉啦，昨天的地瓜太好吃了。小丽妈，我消息啦。那天我看你戴口罩后就回家了，你还好吧？不太好。红痘痘现在变水泡了，我有一个超大的在额头上。别抓哦，不然破了会留疤。我知道了，唉，待在家实在是太无聊了，而且真的很痒。我现在在涂医生开给我的乳液，不然真的很不舒服。那就好，等到结痂你再来我家玩好了，我有新桌游哎。好吧，希望你的新桌游不会让我无聊到神游。不会啦，记得多喝水哦。哦，好，拜。